不愿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，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。人生本来苦恼已多，再多一次又如何，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，你就不会珍惜我。千山万水脚下过，一缕青丝挣不脱，纵然此时候情如火，心里话儿向谁说。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，只要你也想念我。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，只要你也想念我。提到亚洲价值观，在1997-199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啊，亚洲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和挑战。有人说，正是因为亚洲价值观里边有这种所谓 CCN 啊 ，corruption collusion nepotism 哈，人家是这样说。可是你看美国现在发生这些金融丑闻，没有人说是美国价值观的问题。